去，走在生命电视放上去。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宣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用心不愿大觉尘。诸佛正法宣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用心不愿大觉尘。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用心不愿大觉。愿诸有情俱乐极乐意，愿诸有情离苦集苦意，愿有情不离五苦之乐，愿有情离情俗心平等，愿诸有情俱乐极乐意，愿诸有情离苦集苦意，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愿有情离情俗心平等，愿诸有情俱乐极乐意，愿诸有情离苦集苦意，愿有情不离无苦之乐，那愿有情离情俗心平等，如是诸善事现发菩提心，破此心虚处菩萨处学处，如是为离生我犯菩提心，破此处学处此地心修学，如是诸善事现发菩提心，佛是心虚处菩萨如是处，如是为离生我发菩提心，佛以诸觉处此地心修学，今生无惑福善得此人身，佛身佛家如今成如来子，而后无当为一护佛祖也，身默然无辞无垢尊贵坐，犹如目盲人非具佛之宝，生死菩提心如是我何心，心欲护诸戒严诸为上品，眼想成佛乐不愿知，一心妙宝为生者当生，一生无退时辗转一阵道，愿不生决心为生不退心，诸佛恨提携本尽诸佛业，愿菩萨如意尊拜众生意，愿有情喜得护住是护念，愿众生得乐诸恶其用尽，愿能地菩萨一愿皆成就。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随之智慧离二障云，犹如近日即明朗，所有诸意如实观故，胸中直持般若含，诸有于此生死牢狱，无名爱父苦所逼，众生海中。
弟子，具足六十律音语，如大雷震，烦恼睡始，夜之铁锁为解脱，无名暗处，枯枝摇芽，尽皆为断归宝卷，从本清净究竟实体，功德深远佛子最甚体，百一十二相好庄严，除我心外，敬礼妙吉祥。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嗡阿拉巴扎那的的的的的。天台宗教义的体系，实际上不只是天台宗的教义体系，而是整个佛教的教义体系。譬如天上的月轮，给善画的人画出来了。他固然画得惟妙惟肖，然而这月轮乃是天上的月轮，是全世界的人共建的月轮，而不是善画的人个人私有的月轮。佛法是十法界公共的法，不过天台宗诸祖师把它分析发明，使后知学者容易弄得明白，并不是天台宗的佛法如是，而其他宗的佛法却是另一个样子。佛法是整个的，不论胎、显、性、相、显、密、禅、静，所明的只是这个佛法，所证的也只是这个佛法。华严经所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搓别，又说十方清净人一道出生死，又说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学习佛法必须首先明白这一层意义，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所以包括那个密续部分啊，实际上也是在那个始觉啊，那个始觉里面分的啊，分证啊，观行啊，对不对？也是属于这里，因为最后究竟都是一样的，究竟觉究竟佛啊。所以他这个最后讲到天台的教义体系啊，不说只是天台宗的，是所有的所有佛教的啊。所以学了天台宗，我们在念佛啊，那个念佛也不一样了，做早晚功课早晚功课不一样，在参禅参禅也不一样，在学密学密也不同的，对不对？这个教所以特别重要啊。我们只是学个纲要嘛，对不对？那么多天台宗的著作我们都还没沾边呢，对吧？这只读了一个纲要，对不对？如果我们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啊，你读一下又不一样了啊。哪怕就是六妙门好了，六妙门就有具体修行方法的啊。六妙门是禅波罗蜜，就是禅定，如何禅定。甚至智德大师把怎么样修禅，怎么样治禅病纠偏都有，那个就特别细了，那就可以知道你学过那个就是你自己修到哪也知道，你别人修到哪你也会知道。所以我师父就是啊，我跟着他身边才会有时候才会啊发现嘛，他不仅仅知道自己，他也知道对方。有一个人闭关闭了七年吧，两个关在山上，闭关闭好了之后到师父这里来求印证的，几句话一说，师父就是因为他是真修行的了嘛，所以师父也对他也就不用客气了，他说这个你再闭七年去，他说他就老老实实跟他再闭七年再来说。
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说，闭七年呢，两个关啊，哎，三年六个月是一期嘛，啊，七年是两个关，你看，对不对？啊，这个海灯法师在真觉寺也是闭两个七年，啊，两个关七年，专研天台。啊，所以海灯法师在佛教里出名的是讲经法师啊，啊，因为那个云居山啊，寻老和尚请他做方丈，你看就是讲楞严经嘛，成立佛教研习班啊，学习班，学讲楞严经，哎，寻老和尚对天台教法，你看他是很有感情的，啊，实际上。这个作为唐密也是，啊，唐密那些唐密的祖师们也是觉得，天台宗教法跟唐密是可以接轨的，啊，那这个那个原教的建正是出于叫李密啊，就是李，啊，教理上面他已经了，那他们呢成为叫四密，啊，四密，所以四部行部啊。四部行部瑜伽部啊，那包括这个圆见啊，一心三观的这个啊，这种限量见也是跟大手印大圆满也是可以那个的，所以他们的话就觉得嗯，天台教很棒。净权法师可以说在这个天台宗纲要当中啊。因为他老人家深厚的功底啊，在家读私塾啊，就是等于是儒学的功底都很深的啊，古文功底啊，文学功底很深的啊，又加上他老人家在家就是一个非常厚道的重义轻财啊，乐善好施的这样一个敦厚的品格啊，就是个人间菩萨啊，所以也是以孝心出家啊，为报答父母恩啊，这样子出家。所以呢清净呢又是啊我们涤贤长老，哎，而且一清净就是十几年啊，能从辅讲一直到主讲啊，成为天台宗一代做主，啊，一代做主，哎，嗯，这个用他深厚的天台宗的啊这个教理啊，熟知的，就是我们智者大师的。这些啊，特别是摩诃止观啊，这个里面很多种摩诃止观啊，就是天台宗的这些教典啊，非常熟悉的，把它啊用这么精要的方式啊集结在这儿啊，做了天台宗的纲要啊，让我们这些后学者欲入天台宗门的人啊，就是。这一册书就能够啊进阶的能够入天台的这个啊，不单单有方法告诉我们啊，不单有教理也有方法修啊，有这种甚易方便啊，而且把他老人家的一生修学的这个啊智慧啊都融在这里面啊，感恩他老人家啊，所以如果我们就是遇到他的话，也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他也不可能有这精力给你讲的这么细，啊，所以轻读他这个，就好像亲近到他本人一样的，啊，你就给他做贴身侍者也是，我跟师父做侍者13年，等于是啊前前后后吧，啊累计跟着他13年，做侍者是只有几年实际上。但是后来我也一直把我自己当时那个一样，啊，实际上也是很难，啊，因为在生活当中的修学啊，没有这么啰嗦的呀，
就这么啰嗦的。这就代表学佛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事情，把身心都静下来过日子。你看，你这样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好嘞，太阳、月亮啊，这个春夏秋冬都变成佛法，啊，都会变成我们的。比如说半月半月说戒，那不就半月半月做净吗？你就收获了这半个月，黑月白月啊，就收获收获收获，然后就增长增长增长，啊！所以我师父以前说"伽蓝"，"伽蓝"什么意思啊？"伽蓝"就是菜地呀，啊，苗价增长啊，你看日日增长，早白天涨，晚上涨，人就是在涨。我们只要在住在这个伽蓝之中，你看，哎，对，大家共住的人，依戒定慧啊，住着。就会增长三无漏的功德，然后呢，我们能够一起这样学，那是大餐呢、啊，对不对？捧起这本书，我们一起来学，这么密集型的啊，真是。所以今年呢，2018年，这个我们学习从藕益大师的这个《灵峰宗论》的那个文章一篇文章，到我们。净泉长老的这个《天台宗纲要》也算是比较一个系统化的一个了解，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什么呢？要在我们躬行实践中去，因为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业障重，福德薄，福德浅薄，智慧先少，这个通过学习，一方面是知道哦，那我们大家在慧觉寺也好，月明寺也好，文殊寺也好，哦，我们是有传承的。我们去包括就文殊寺那边在五台山，文殊菩萨的怀抱哪怕在那里一砖一瓦都是，虽然说文殊菩萨并不需要我们建什么。但是实际上，以文殊菩萨为对镜，确实可以消灭我们很多罪业的，增长福报的。在那里也会心智越来越明朗，犹如近日即明朗，厉害。但是一个庙兴旺，它是多少年的？它要多大的因缘啊？对不对？就好像你看，我们宁波有个东钱湖，风景很美，但东钱湖你跟西湖比？对不对？东钱湖比西湖也还大呢，这西湖的文化积淀多少深呢、啊？对不对？到那时候天有苏堤有白堤，唐朝白居易，宋朝苏东坡，你这里有谁？对不对？这个文化啊、名人呐、传说啊，那西湖一圈，四个净土宗道场，祖庭，你这里有一个也没有嘛？对不对？那是的，云溪寺，你看这个净慈寺，净慈寺真正的名字叫慧日寺净慈寺真正叫慧日寺，净慈是俗名小名，真正法名叫慧日寺，然后它的斜对面就是那个叫昭庆寺，昭庆寺也是净土宗的主祀道场。同时又是戒律律学道净主持道场，对不对？就是净土宗的祖师，总共就那几个祖，那一圈，这就梵天寺，净土宗主持道场，净慈寺主持道场，云溪寺主持道场，昭庆寺主持道场，小小一个湖，就那湖一圈就四个净土宗的主持道场，还没有算灵隐寺呢，你看，对不对？那你想想看，这个湖，你怎么打造你也打造不了，这个文化是不可再造的呀，这是历史的深厚积淀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正好我们就是拜观音忏拜观音忏，发菩提心然后发圆教的心。
所谓菩提心，这也是啊，你说很惭愧啊，能不能发起菩提心啊？就是熟敌的吧，啊，观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啊，愿一切众生都能解脱啊，这样一种，这叫熟敌的啊，愿一种愿啊，但这个愿呢，就是也是需要我们慢慢的学了扩大，然后这个愿才越来越具有啊菩提心特质的啊，就像我们学了这个啊《天台宗纲要》一样，在原教里面才有菩提心，前面都叫真正之心，对吧？真正之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开口，那实际上就是很，实际上很难度很高的，都是啊，念佛一样，念佛你是实相念还是观想念还是持名念，对不对？啊，一句佛号，但是实际上各个的，哎，如果啊精力好一点，那就尽量观深一点啊。目前就是持住也好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维系住也是不容易的，啊。这个后面的那个字啊，止观明镜啊，实际上呢，这个天台宗里的还有一个就是镜，是安静的镜啊，明光明的明。止观明镜是那个镜啊，这个镜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比较实啊，这个跟那个观起来又不太一样啊，这个镜实际上应该写成安静的镜啊，这个止观明镜如果是镜子的镜啊，这个就是说跟它会不太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说明的，就是说啊，我主张的是以圆中的圆教的见，然后呢，见是圆教的见，行要行在因中，啊，见要有果地的见，但行要行在因中，才能够证到这个果位，啊，不能够说啊，我的目标是这个啊，就我们小孩子一样的，人长大做什么？我长大要当科学家，长大当科学家很好，那现在一加一好好学，对不对？哎，就是，一年级、二年级是要好好敲打实学，而且呢，是我们这个汉传佛教、大乘佛教啊，要以这个大乘圆见来摄，哪怕我们学小乘，我们以大乘圆见来摄小乘学；哪怕我们持的是五戒，别解脱戒，但是我们以大乘心来摄，啊，这就不一样。哎，所以这个以这个好的这个比较圆的见。啊，然后呢，行在因中，脚踏实地的念佛也是求愿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啊，真心切愿了之后，阿弥陀佛绵绵密密还是那样念过去，老老实实，不高举，也不那个啊，就是修行就如啊，我们印光大师如渔父一样的这样子，但心里面呢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念这个，要有真心切愿，哎。甚至能够知道哦，这一个佛号啊，如果一念三千的心啊，如果啊这个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像实相的去念啊，也可以报身的念，也可以观照的念啊，也可以持名的念啊，就是说我们行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慧能落在什么地方啊，尽量有，啊，比较，啊，越高的会越了意啊，越了意，但是行的时候要脚踏实地，啊，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我跟净权法师不一样啊，也是我这强调这一点，针对我们的根器吧啊，嗯，慢念普贤恒愿品。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即是佛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依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
我得深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曲终成宿命。禅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求盘陀，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悉以诸因来说法。勤修清净般若蜜，恒不忘是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心皆成就。于诸火业寂寞尽，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作祟，亦如日月不住空。即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寻生乐。如是净于察成解，十方利益恒无尽。我今具身诸众生，今于未来一切界，恒修普贤广大行，圆满无上般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即为，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行人同修学。所有以我善知识，为我现世普贤行，常愿与我同聚会，与我生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即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供，今未来皆无比言。愿持诸佛为妙法，广现一切菩提心。究竟清净不现道，今未来皆常修行。我于一切诸有众，所修不知恒无尽。听会方便经解脱，于诸佛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刹有难思佛。一佛出众会众，我见恒言菩提心。我今出堂出刹海，一毛断三世海。佛海即于过度海，我必修行境界海。一切如来一清净，一言具足一尘海。随诸众生一乐音，一一六佛别三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一比无尽于圆海。恒转离趣妙法轮，我身之力不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今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起我介入。我于一念见善事，所有一切人是之。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理。以阿甘即为众，出现善事庄严场。十方身刹诸矛盾，我皆深入而严谨。我有未来照世人，成道正法无君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妄意而清净。速即周遍神通力，不闷便入大乘理。知心不修功德力，为身匍匐大慈力。眼睛庄严神福里，无着无依智慧里，定慧方便为神力，普能寂寂菩提里，清净一切善业里，摧灭一切烦恼里，常护一切诸魔里，圆满普贤诸行里，摩能眼睛出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怎能分别诸法海，能深深入智慧海。我们清净诸净海，圆满一切诸愿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境界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愿生菩提诸心愿。我今回向圆满修，一普贤行无菩提，一切如来有讲子，彼名号言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心悉通彼。人生可以很清净，初心常途亦复然。我知智慧好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平静普贤行，文殊师利如大愿。但彼誓言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从无尽无有量，我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人出世里有梦之，普贤慧心已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尽一切常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赞，如是最胜如来也。佛经回向圆满等，慧得普贤殊胜行，愿我利于民众时，尽除一切诸障碍。愿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场。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为了一切众生解，彼佛众会现清净，我是一生妙化身。净土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能彼如来受记忆，化身无数百俱至。舍利广大别十方，普利一切诸凡界，乃至虚空世界情，众生极业烦恼尽。若是一切无尽时，我见佛性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中宝国如来。随生安乐是天人，尽一切刹为成劫。我人于此生愿望，已尽于尔乃深信。求生菩提心可养，获生功德果于彼，即常远离恶知识，能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速见随身缘。此人三得生舍命，此人三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往昔有无智慧力，所装极乐无物界，从此普贤大愿望，一念数积聚消灭，苦行众类即容舍，相好智慧见圆满。诸佛爱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所以菩提当殊王，坐以下伏诸魔咒，怎能正觉正法轮，普利一切诸凡事。若人以此普贤愿，如同受持经言说，佛道为佛能证之，决定获生菩提道。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缘。我自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为常，不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上。以这次学习教法的啊，藏通别圆的啊，所有藏通别圆所设的一切圣者啊。啊，我们啊，特别是原教啊，这种果地的佛菩萨的威德力啊，摄受所有这次法会当中的有缘者啊，所有的见闻随喜啊，所有的人，这次不管现场啊、月明寺啊、文殊寺啊，还有各个啊、各个啊这个法宝流通处啊，嗯，这个各个义工啊，大家有同步看的啊，都是一起回向，不啊，各个地方、各个时间、各个有缘的众生，即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
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佛有佛号，文殊道理呀，哟，媒体，吼吼吼吼，哈哈哈哈，吼吼哈哈哈哈吼吼，南无阿弥陀佛。这首《了知歌》是我们师父一生呢教理行政的一份答卷，文字上的答卷，通宗通教，有修有证的，给我们这个世界做一个证明。老弱不出门，能住十家日。他14岁出家之后就学天台宗，然后又专门又花了十几年在国清寺又钻研天台，然后这样子修持下来。天台宗纲要不仅是天台的，天台宗的纲要就是佛法的纲要，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说法的纲要。净权大师能够把这个天台宗纲要这样子把它著作出来，和盘托出，实际上也解决了我们民国时候的我们佛教界的一种混沌状态。所以也是怎么珍惜呢？就我们学习文思是最好的珍惜。所以我们感恩这些高僧大德们，从佛到祖师到一代一代的高僧，他们践行佛法，证明佛法，他们同时也传承佛法，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够在佛陀已经涅槃了将近2900多年后还能遇到佛法。生也了，死也了，生死涅槃了呀了。
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籍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传授八关斋戒，恭请慧信法师主法，日期4月28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半，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现场备有免费消斋与超荐牌位，敬请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2024聚花月，新逢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兆倍。佛宝节庆祝释迦牟尼佛圣诞，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金腰大德共襄盛举浴佛祈福金刚经法会，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点，浴佛功德经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恭诵金刚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法会备有寿桃面线，提供参与法会的大德结缘。第七番，石乐寺。石乐寺离安乐寺并不太远，仅仅只有1.2公里，位于现今德岛县阿波市土城町。然而这不是石乐寺的原址，据传原址位于聚乐寺古堂园，距离现在的地点还要以北约3公里之处。大同时代，弘法大师空海持杖行经至此地，感悟到阿弥陀如来的智慧悲愿。那时，大师勘破了人间的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苦。
进入了所受的使命之中，便亲手雕刻了一尊阿弥陀如来像，后来开殿建寺，命名为光明山石勒寺，祈愿借由阿弥陀如来的慈悲光照引领下，帮助人们领略净土的十种快乐，进而助其了脱生死轮回之苦。朱红色的钟楼门，色彩鲜艳，外观的特征让人想起龙宫城，其上的牌匾提着无量寿阁，在宁静的乡村中显得庄严。经过这栋钟楼门时，一定要抬头看看，其上天花板绘着华丽色彩的范围。走进明亮的珠白相间的中式大门，看到的是穿戴着红色帽子和披风的地藏尊，沿着上坡排列，大约有70座水子地藏罗列其中，颇为壮观。日本人信仰地藏菩萨为旅行者、儿童的保护者，故而常将地藏塑像立于十字路口或岔路口。日本民间流传，比父母先亡故的小孩，因为损害孝心，无法度过三途之川去投胎，被罚留在冥河边堆石头，为父母累积福报。但总会有恶鬼肆意来破坏石堆，此时地藏菩萨就会来庇护这些婴孩，在他的披风下来躲避魔鬼，因而被视为小孩的守护神。登上旁边的石阶便是中门，也称为爱染堂或片照殿，殿上供奉着蓝染明王，出自于其经，中译为爱敬与降服。爱染不动无别体，能转尘世染缘为善妙法，有增益身体健康，爱敬降服祈福，进而衍生出恋爱良缘、家庭和美、人际关系圆满之意。爱染明王的形象通常都做愤怒形，三眼代表戒定慧三德，头戴狮子冠象征降服，狮子顶上的五姑金刚杵代表有情无志，第一手金刚铃和金刚杵视为喜灾，第二手弓箭表示敬爱，第三手左安腰或者金刚拳上举，右持莲花表示降服根本无明，为爱欲贪染及净菩提心的象征，故名爱染明王。此尊多以全身赤色来象征其怀爱的性德。步入中门后，寺庙内有很多值得一观的建筑和佛像，步道旁耸立着阿弥陀佛的塑像，还有弘法大师空海的立像。步道转弯处有座名为十三
不动明王的巨大石像，是为了安抚太平洋战争中因自杀式袭击中丧生的海军飞行预科第十三班学生的灵魂而建的，以祈求天长地久的和平。进入院内，即见一座起眼的手洗社，水石自然天成，颇具特色。石勒寺在创立之后，曾一度被称为四国北阿波地区最大的一所寺院，但后来被长中我部军的战火烧毁。江户时代，寺院迁至县治，此后木造本堂又经多次重修，而传承下来的阿弥陀佛雕像作为密佛供奉至今，巡礼的参拜者在此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加持力。位于本堂的左侧，立有一尊慈莲的菩萨尊像，一旁的木造四角亭内供奉着修行大师和手持大剑的不动明王尊。最后是能治愈眼病的治眼疾目旧碎地藏，相传数百年前，一位孝子带着双目失明的母亲前往四国朝圣，当时他被石勒寺大师殿下的石头所吸，心中不住念诵着地藏菩萨的行咒。这时他母亲的眼睛突然变得清晰可见，从此以后这块石头就被当作能治愈眼疾的菩萨来供奉了。登上前面的石阶，就到达大师堂。殿旁的枫红映衬着木造的红法堂，整个寺庙渲染成一幅秋红的画卷。虔诚地点上一盏心灯参拜，空海大师的悲愿仍旧如阿弥陀如来的光芒遍照其间，亦如寻旅者后背的抹字南无大师遍照金刚这八个字，鼓舞人们追寻净土的信赖，转烦恼浊为常寂光。弥陀身色如金山，相好光明照十方，唯有念佛蒙光摄，当知本愿最为强，六方如来殊舌正，专称名号至西方，道彼华开闻妙法，实地愿行自然彰。